那包东西呢？好，那包是你从哪边拿的？那桌上拿到的。你那边窗户打开就好了。看一下账号平台先确定。分局旧庄派出所日前接获家庭纠纷案，处理过程中，高姓女子突然向员警出示疑似毒品夹链袋，并举报丈夫吸毒，员警遂将两人带返所厘清。